九龄啊，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？说相声啊。错。嗯，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。那我干嘛呀？托儿。什么人呢？托儿啊。托儿。我给你找一美差，有一个女观众。是啊。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。嗯。然后呢，导演组就找到我了，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我这想，我这合适人选我。哎，还真有一个，谁？就是你，我啊，你看我一好事，我肯定得想着你啊。哦、就是您的意思，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，跟人回家，骗他父母。对了，呸！这都什么人？这都是啊？怎么了？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，我们这是做艺术的，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人。从来出卖尊严，不出卖艺术。嗯，不是，不是那个出卖艺术，他不出卖尊严。哎，不也不。哎呀，我是不会出卖你的，我是不会去的。你哎，你不去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我都跟人说好了。嗯，啊，你跟人说好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去不完了吗？不，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。啊，我去合适啊，我不去，我还得说相声呢，我。哎，你去吧。啊，我你去一趟呗。去，你去不是？哎，请问，嗯，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？欢迎亲爱的姑娘。我没想到。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。